大家好，今天来小水库里放鱼笼，这个鱼笼就是我前几天自己编织好的，还有一个地笼，看能不能够装到鱼。听人家说鱼笼里放猪肺特别好，我就特意搞了一只鸡过来，你们放只鸡看看。好了，这个饵料就已经放好了，接下来就放到小水库里去。好了，鱼笼就放好了，因为这个水库里边有好多野生鱼。看看明天有没有收获，还有一个地笼，接着就放了那个地笼，在这地笼里就放这只鸡的内脏。好了，鱼笼和地笼都放好了，明天早上过来看收获。大家好，昨天下午放的鱼笼，还放了一个地笼，里面放了只鸡做诱饵，现在来看看有没有收获。先收这个地笼，有鱼，好了，不错，有鱼在里面。装到鱼了，还要七星鱼。这鲫鱼，这个地笼的收获还不错，搞到一条七星鱼。其实我看好的是那个鱼笼，接下来就是看看那个鱼笼里有没有收获。有货，有货。发财了，买鱼笼是鱼，有货，发财了，看到好多条鱼，哇，七星鱼，又是七星鱼，哎，这条这么大。再喊一条，看，喊一条，哇，这条，看看还有没有，哇，还一条黄鳝，哦，还一条黄鳝，小黄鳝。还一条黄鳝，
好像没有了。这个鱼笼有三条，看，三条七星鱼，都是全是大货。看，四条七星鱼，不错吧？搞了四条七星鱼，哎，两条大的，这两条也差不多。厉害吧？好了，现在回去。